Why do I keep getting attracted? 假手感情更乐高 I cannot explain this reaction. K-pop 四代领军人 Stray Kids 10月7日发行全新秘密专辑 Maxident 以及主打歌 Kiss 143，美国 Billboard 主榜 Billboard 200一位组合 Stray Kids 时隔七个月华丽回归，他们面临的超大型事件新专辑 Maxident 全员参与作词作曲，个性的真诚更加深刻的名专辑诞生。SKZ 牌爱情歌曲是不同的主打歌 Kiss 143，将爱情比为事件发生，动感的声音基础上充满强烈能量，进入 Kiss Pro Demo 两场公演票全部售罄，即共九座城市19场次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巡演全部场次售罄后的又一壮举。事件编号143遭遇爱情这一大事件的 Stray Kids， Stray Kids 2022年10月7日发行全新秘密专辑 Maxident 及主打歌 Kiss 143， Stray Kids 于今年3月18日发行的上一张专辑进入美国 Billboard 主榜 Billboard 200榜首，创下 K-pop 艺人历史上第三个纪录。主打歌 Manico 截止8月31日在全球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 上的总播放量突破1亿次，证明了火热的全球人气。如此稳居 K-pop 四代领军人 Stray Kids 时隔七个月携带新专辑 Maxident 华丽回归，各位喜爱 Stray Kids 的粉丝们赶紧冲吧。